家好。我们接着看亲仁，亲近仁德之人。那之前也有讲过，这个仁啊是会意志。恶人哪两个人能够啊想到自己，就能想到他人，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一种态度。再讲白一点，处处能替人设想。那我们在判断一个仁德之人呢，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存心仁厚，而且处处谦卑，能够以身作则。我们在北京办课程，刚好老师到山通去处理一些事情，那连夜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在差不多八九点赶到了北京。那刚好我们那时候正在办5天培训课，杨老师都还没休息就到我们办的这个酒店来看大家。刚好一些学员碰上了，杨老师就对他们说，他说我们的课假如讲得不好你们一定要帮我们指出缺点来，指出缺点来。第二件事又接着问这些学员，他说吃得不好睡得不好，一定要跟我们怎么样反应，一定要告诉我们，不然我们会招待不周。第三点杨老师又对这些学员说，上课一定很辛苦，所以你们要多休息。上课辛不辛苦？辛苦，所以你们今天要多休息。好，所以确确实实杨老师处处怎么样替人着想。好，有一次刚好老师到海口去，我跟他走在马路上，看到一个老婆婆推着水果在卖，就杨老师呢带着我呢去跟他买了一些香蕉，就老师就挑了一些呢比较烂的快要坏掉的买回来。那心有疑怎么样要发问，我说老师你怎么买这个比较不好的？杨老师说这个比较不好的假如再没有人买就怎么样就烂掉了，因为我们回去马上就要吃了，所以赶快把它买走。所以呢即使本来不买水果，一看到是老人家卖的所以去买，再来也珍惜这些食物，不要把它糟蹋了。好，好，所以呢我们可以从他的存心仁厚来观察，再来从谦卑的态度。我们看到稻穗越丰满它就垂得越低所以海纳百川，而大海却是跟百川比起来最什么低下的位置。所以孔老夫子一生教化了这么多的学生，但是孔夫子说他一生的言论述而不作，代表夫子非常的谦卑。他说我所
讲述的这些道理都是古圣先王，都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传下来的，所以非常啊谦虚，也有唯有谦虚啊才能跟道德啊相应。所以我们可以从啊第二件事谦卑来看，谦卑来看。那这一点啊我也在澳洲学到了，因为啊卢叔叔就坐我的旁边，坐了一两个礼拜啊，我还不是庐山怎么样真面目。后来幸好有学那一句是诸父啊如是父，我才懂得主动啊跟卢叔叔啊鞠了一躬，卢叔叔好，不然我就当面怎么样错过，那可就差很多了。而从这一件事啊也深刻体会，真正有德行的人看起来怎么样平易啊近人，非常谦卑。所以呢我往后再进入啊一些新的团体，绝对不会被人家骗的。因为我们年轻人哈，假如听一些人讲的天花乱坠，哦，我又跟哪一个官员很熟，好，我这个家里有多少财产，事业做多大，一般的年轻人一听会怎么样？哇，怎么这么厉害？很有可能都被带到错误的方向去了。所以呢，第二点是谦卑。第三点呢，必定是以身作则。都是啊讲到一定做到，甚至于是啊先做到了才说出来。所以啊做到以后才说啊是圣人，说了以后能做到啊是贤人，说了以后做不到啊叫骗人。那我们要做圣还是做贤啊，就不要做骗就对了。物自暴，物自弃，圣与贤可循之。所以必然啊时时呢要提醒自己以身作则，要能够啊先从修身做起。李炳南老师，我曾经啊去过他的纪念馆，也感受啊非常的深刻，老人家确实啊处处都以身作则。他的衣服啊穿了几十年了、啊、都没有换过。那当我们去看到衣服啊确实看起来还是非常整洁朴素，那种习物的态度啊都是做出来。那看到老人家的内衣啊跟袜子啊都是啊补了又补，所以外面看得到的部分啊都很整齐，代表对人的尊重，里面看不到的部分啊都尽心尽力再把它修补，代表对东西的惜福态度。李老师的学生多不多啊？多啊，送他的衣服多不多？多啊，但是他拿到的这些东西啊都送给他人，时时都看到、啊、别人的需要。那李老师他活到啊97岁才往生，到97岁啊还在讲课，还在讲课。他的学生啊就对他老人家说，他说老师啊你都有这么多学生啊让我们帮你讲就好了，你就不要啊再这么样的辛劳。因为老人家97岁讲课啊是要好几个学生啊一起把他怎么样
扛上讲台。结果老人家说啊，他说啊，众人啊，要我讲一天，只要我活着，活一天，就要尽力啊，讲一天。所以这样的态度啊，确确实实都是啊，以身作则。所以李老师有一首诗啊，写道：“未改心肠热，泉林暗入人。但能光照远，不惜自焚身。”时时刻刻啊，不忘这一颗啊，帮助众人的心。全林啊，这些暗路的人，找不到人生出路的人，智慧无法开显的人，他呢，都是这一份怜悯之心。但能光照远，只要啊，能够让他们的眼前能够出现光明啊，不惜自焚身啊，不惜啊，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所以老人家演出了牺牲奉献的精神，而他的学生释金空教授啊，也是失智如己智，把老师的志向啊，也完全啊，当作自己的志向。所以我的师长已经80岁了，他还在世界各地啊，为了宗教的融合，为了世界的和平啊，还奔波不断。有一次，老人家在讲课的时候提到，他说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啊，要啊发出啊利益啊众人的心，我年纪都这么大了，还全世界啊奔波啊，有没有啊哪一位年轻人啊愿意出来啊多做一些事情，多为这个社会国家世界多做些事啊，你们假如愿意啊，我老人家都愿意啊给你们磕头啊。所以当时候啊，听到师长这样的谈话，我们做学生的啊，确实感到非常的惭愧，能遇到这么好的老师指导啊，我们应该珍惜。师志啊，老师的志向要当作啊自己的志向，所以虽然自己能力不好，但是也要尽力啊去依教奉行。就起了一个念头啊，一定要帮师长多做一点事。结果后来啊，过没有多久啊，深圳就邀请我过去演讲。所以确确实实啊，一个人所处的境界啊，完全是他的心啊去招感来的。能感是真心，所感啊是境界。所以从3月份以后啊，我就啊到各地啊飞来飞去了。所以确实啊，在目前的社会，目前的世界，有太多重要的事啊，都需要我们真心去付出。在家庭，在很多的团体，很多的国家之中，都有刻不还总还的事要做。而要让这些事情能够圆满呢，一定要我们怎么样？发出啊愿心才行。相信啊，人有善愿，天必从之。所以有这么多好的
长辈啊给我学习，我的内心啊很欢喜，也啊非常战战兢兢。好，因为啊不能自己做不好啊，而让这么多的老师长者啊辜负了对我们的教导。我在前年曾经在台中住了半年，刚好杨老师带着我去拜见徐醒明老师，徐老师也是快80岁了。当时候因为正值过年前夕，所以街道啊很拥挤，尤其经过一些菜市场，所以晚到了10-20分钟。当我们才开到徐老师的家里的小巷子，都还没到他们家，他早就已经在巷口啊等我们，因为他怕我们怎么样找不到，就看着老人家恭恭敬敬啊站在那里等。啊，我当时候啊印象很深，学问啊绝对不是说出来的，学问啊是怎么样真正做出来的，所以要以身作则，以身作则。很多次啊因为杨老师必须在大陆各地啊奔波处理很多事务，有时候刚下飞机10点11点了，因为一回来啊大方广又有很多事务，老师连休息都没有，就马上又开始工作，常常啊要再忙到2点3点。又有一次因为感冒啊身体啊有点难受，但是工作量太大也没有休息，结果熬夜熬到4点多啊感冒好了，感冒好了，被什么治好了？浩然正气，会消毒。所以我们北京就流行一句话叫熬夜会治感冒，不过这个要因人而异，一定要是为圣贤为众人才有这个效应，不然会没效。这都是啊长者给我的榜样，我时时啊都放在心上。那我也很珍惜啊可以亲近仁德之人的机会，所以我跟卢叔叔真正啊在这一段时间见面的次数啊可能5只手指头啊都算得出来，可是只要我一回台湾，我会掌握机会啊去亲近他，常常他一天讲话的时间啊绝对不会啊比我少。有时候跟到晚上，这卢叔叔在跟一些年轻人谈话，声音都有一点怎么样沙哑了，但是还是不疲呀不厌。所以确实仁德之人都是能做到以身作则。当我们从这里去判断，我们就可以确定啊这样的人会是好的学习榜样，会是好的同参道友。好，那我们接下来啊看经文，一起啊把它念一遍。类不齐，流俗众，仁者稀，果仁者人多畏，言不讳，色不昧，能亲人，无限好，得日进，过日少，无限害，小人进，百事坏。好，我们来看第一句，同是人，
泪不起，流俗众，仁者稀。诸位朋友，这一句话您现在能不能感受得到？确实啊，但是仁者稀，流俗众是一个结果。结果啊，抱怨没有用啊，必须把原因怎么样找出来。那为什么现在是流俗众，仁者稀呢？因为啊，失教了，没有圣贤教诲，不明是非善恶啊。所以纵使现在是流俗众，其实他们也都是受害者啊。所谓先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那现在要怪谁？我们再怪上一辈，上一辈说我也没学，然后再找上去，还要不要找？通通别找了。从哪里开始？哎，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不能啊，再让圣教啊埋没，要让它彰显，让它能够照亮这个人间。所以因为失教了，再加上啊外面的污染程度越来越严重，所以叫内无基础，外力量又很大，内外夹攻，必然是兵败如山倒。所以现在大家都是要先啊，不要先看谁哦，流俗众，先要把自己的双脚怎么样，马步啊要扎稳，先保证自己不会怎么样，不会随波逐流。等你双脚都站稳了，双手就可以怎么样，可以拉别人，可以扶别人，把我们的能力啊慢慢都增强之后，就能够把影响力啊从修身再来齐家治国平天下去发展。我们要有信心，只要真正把圣贤学问扎根扎好的人，绝对不会随波逐流，他绝对可以从一个人转一个家，转一个团体，一个社会。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所以当我们教到流俗众，仁者稀啊，我们会跟小朋友说，在现在这个社会，你都不丢垃圾，但是别人有可能会丢垃圾。所以从小就要让孩子有学为人师啊，行为示范的态度，而且要告诉他们五加二啊，绝对不能啊等于零。什么叫五加二等于零？这是一条啊很普遍的数学题目，你们有没有做对？五加二等于零，有时候还会小于零。就是啊，在学校上课上五天，礼拜六礼拜天回去又看电视看到半夜，隔天又睡到中午，那两天一磨，有没有进步？能够不进不退啊，还有点欣慰。大部分怎么样？退了，小于零。我们有跟小朋友讲，小朋友听了之后都怎么样？哈哈笑，笑完之后就告诉他们，我们绝对不会像这样，我们回去要做其他小朋友的榜样，而且还要做父母的榜样。所以这些孩子也很争气哦，回去照常啊，六点半起床，七点开始朗诵《弟子规》。有一次妈妈刚好啊，怕他睡不够啊，没叫他。当他走出房间的门，看客厅的表，已经超过七点，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所以孩子的态度啊，习惯成自然。而且那一个哭啊，不只是因为没有读《弟子规》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什么？他没有听啊老师的话，因为他们对老师怎么样？非常的尊敬。好，所以流俗众，仁者稀。好，我们了解到这个实际状况，也要常常砥砺自己，提升自己。果仁者，人多畏，言不讳，色不昧。果然是仁者，一般的人见到他都会有敬畏之心。所以在《论语》当中，学生形容看到夫子啊，望之俨然，远远看到老师非常有威仪，让人家望了就会升起恭敬之心。及之也温，真正靠近老师跟老师研讨学问呢，会觉得老师的感觉啊很亲切。因为啊，孔夫子仁德之人都是处处怎么样替人着想，处处讲的言语啊都是要开人的智慧，所以当然会深刻感觉老师啊为他着想，所以及之也温。所以人多畏，言不讳，色不昧。他的言语啊绝对不会有什么避讳，都会很正直的讲出来。因为啊，无欲则刚啊，所以我们的格言也有提到，必立千仞，无欲则刚。因为仁德之人啊，绝对不是啊去求什么名，求什么利，所以他的言语啊都会直言不讳的指导我们，帮助我们。那色不昧，这个昧啊是指谄媚阿谀，所以因为他们无欲则刚啊，不求人，所以也不会摆出一副啊这种讨好的态度出来。能亲人，无限好，得日进，过日少。这个亲人啊，我们也要了解到，是不是一两个月来亲一次啊？要多久？哦，时时刻刻来，掌声鼓励，标准答案。那请问一下，如何时时刻刻？你不能在走路的时候还拿着《弟子规》《圣人训》，怎么样达到时时刻刻啊？依教奉行，然后呢，放在心上，放在心上。那整本经典呢，熟读之后就能放在心上。还有，中国文化把它浓缩起来啊，可以有一个心法，只有三个字，我们就很好啊，时时啊提起来关照，有没有在圣教之中。中国文化的心法是哪三个字呢？君、亲、师。天地之间啊最尊贵的就是天地君亲师。很多的省份啊，现在的祠堂供的那个牌位啊，还有天地君亲师。其实啊，这些君亲师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天地之德啊落实在立身
落实在齐家，落实在啊贡献社会上。所以中国人对于君亲师特别的恭敬，而这个君亲师除了身份之外啊，还有它本质的意义。我们只要时时告诉自己，有没有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这样你就能时时啊，在圣道之中。那很多人说了，那我又不是企业老板，怎么做之君？这个君啊，是指以身作则的意思，是指领导，以身作则，也就是身教啊。再来，做之亲，这个亲是指关怀、爱护，把他当一家人看待，叫做之亲。再来，做之师啊，是代表教导，代表因材施教。这个呢，是教导，是言教的部分，也是抓住很多的机会教育点。而这个君亲师一定可以解决所有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当人与人的问题可以解决，那人与社会的问题能不能解决？整个社会啊，只是人群的积累，所有对待人的态度你只要掌握到了，人与社会的问题就解决。那人与自然呢，一定可以和睦啊相处。因为孟夫子告诉我们，亲亲者亲亲而人民，就可以爱护人民，爱护众人，人民而爱物，就可以啊，这种仁慈之心可以延伸到对于万物的关怀，好的尊重。所以只要能把人与人的关系处好啊，将是天下太平。所以我们在人与人当中时时提醒自己，有没有做到君亲师，用这样的态度啊，道业精进很快。但是我们现在也听到家长说孩子不好管，老师呢说学生怎么样不好教，老板说员工怎么样不好带。那这些是结果啊，原因在哪里？原因在哪？儒家的一句心法叫行有不得啊，反求诸己。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它的典故来自于中庸。在中庸里面，孔夫子提到啊，射有射乎君子，这个射箭啊，就好像君子之道。那我们看看射箭的时候，把弓拉开来准备发射，射有射乎君子，弓箭发射出去，结果呢没有打中目标，叫做失诸真骨。这个真骨啊，是指目标的意思。射出去没有射到目标，怪谁？反求诸其身，要怪自己技术不好。结果现在的人是射出去没有射到，马上就说那一支箭是哪一家公司做的，我做这么差，这一支弓就是哪一家企业做的，怎么做的这么烂，都没找到什么问题的什么症结所在。所以孩子不好教，员工不好带啊，都没有反求
诸其身。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现在的家长觉得呢孩子教不好，就是没有真正落实君亲师。我们来看现在的家长有没有以身啊作则，有没有可能啊都叫孩子要做弟子规，要孝顺父母，结果对父母、啊、讲话的态度啊可能又不好，那小孩上行怎么样下孝啊，上行下孝。我记得啊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是有一个地区他们有一个不好的风俗，就是父母啊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把他们背到山上啊，就放在那里，自己就回来。他的儿子看了很不忍心，都一直劝他说不要把爷爷啊放到山上去，但是他的父亲不听啊，父亲不听。后来啊他跟着父亲啊把爷爷背上去，放了以后啊正准备回来，就这个儿子啊就去把这个竹篓啊主动的捡回来。他的父亲就跟他说那个竹篓就放那里就好，你怎么还捡回来。结果这个儿子啊就对他父亲说，我要拿回来啊以后可以背你上来。这个儿子有没有智慧？有啊，他用这种善巧啊把他父亲的这个孝心啊先唤醒一下，他也会顾虑到哎呦那我不孝的话我的儿子马上怎么样学去的。所以家长假如没有当好榜样，上梁不正啊下梁定歪。所以接触的人越多，越能深刻感觉到家教啊真实不虚。所以呢我们为人家长要先考虑到君有没有做到。再来家长一定说亲我有做到了吧，亲是爱护啊，每天都尽心尽力赚钱给他花，是不是爱护？假如这个爱护没有智慧啊，爱之足以害之，把他宠坏了那还得了。所以闽南话提到啊省低压早啊省见不好省莫差脑啊省安你半暝要被开考省查某囝你就歹入人的家教。你看啊地方的俚语啊都含有人生很深的智慧，因为这一些都是啊老祖宗怎么样传下来的，都是去无存精啊，一句话就可以让人生啊很大的提醒。我们来看一下省低压早，宠猪啊宠到他跑到你的厨房把你的灶都怎么样掀掉了。你看这句话多有道理，现在的养那个狗啊那个没有把它好好教训啊都跑到船上去那里摇尾巴，主人说你给我下来他还不理你，因为他知道你的底线到哪里。狗都会探你的底线啊那人会不会？所以你教育孩子一定要非常有原则，不然一定会被孩子给你摸得一清二楚。所以猪都不能宠了，人呢更不能宠。所以宠儿子他就不孝。所以我曾经听一个朋友讲，有一对夫妇啊养了六个儿子，哇高不高兴，六个都儿子呢，养了六个儿子给他们买了六间房子，
娶了六个老婆，一个人一个，通通都把他安排好了，这样的父母伟不伟大？啊，结果下场如何？没地方住啊。这样是爱护孩子吗？害啦，从小到大什么都把他做好了，他只会升起一个态度，父母帮我做的都是什么？应该的。所以到最后啊，大儿子还有一点良心，在一个猪舍旁边啊，盖了一个小木屋给他们夫妻住。旁边的邻居看不下去啊，告诉他们，告你的六个儿子，要不要告？要不要告？要不要？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假如真的告赢了，好，六个儿子分配下去，每一个人养两个月，这个养起来是什么结局？可能媳妇拿饭过来用丢的，赶快吃了。本来退休以后还可以活十年二十年，结果去被六个儿子奉养之后只能活三年，之后又得癌症，每天气死了。所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所以教育孩子要以德为本，这样才是真正啊爱护他。再来我们看看，省囝不好，省母差脑，所以连太太都不能宠，因为啦，宠了太太之后他会一哭二闹怎么样，山上吊。你上班哈，上到一半突然电话响了，都会突然哎呀打得抖擞，会不会是我太太又有什么事情来了？到最后是事业家庭啊，都会搞得乱七八糟。所以娶妻哈，要娶什么？娶贤哈。现在的男人懂不懂？不懂，不能怪他们，他们又没有学过官居，没有学过诗经，第一篇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为什么关雎是诗经第一篇，居然是谈鸟，居然谈窈窕淑女？诗经啊，是中国一本相当重要的经典，为什么第一篇谈关雎？有大学问啊，五伦之首，五伦当中最关键的是哪一伦？夫妇啊，所以第一篇文章就谈夫妇之道啊。所以告诉，为什么要用鸟呢？来告诉人呢？都有学问的。我曾经就问初中生，我说窈窕是什么意思？他们有一个女初二的吧，她就回答身材姣好的女性。我说啊，圣人的意思已经面目全非，你不能怪她，因为她走出去很多瘦身广告都用窈窕嘛，似是而非啊，所以也不能怪他们。窈窕啊，是指非常有贤德的女性。那为什么关雎摆在第一篇？因为啊，这个关雎啊，他找到一个伴侣啊，终身不换。所以因为啊，人很好面子，假如你直接告诉他你怎么可以把你太太冷落了，
他会回答你，你管我这么多，是不是？但是你用这个诗词告诉他，你看这个鸟类啊，都不愿意背弃他的伴侣，我们当人怎么可以连鸟都不如呢？用这个方法，他假如有惭愧心的，马上怎么样？知道收敛了。假如没有惭愧心的呢，你也没有跟他结怨了。所以为什么《诗经》里面有这么多虫鸣鸟兽的名称，都是用来譬喻，用来唤醒人的性德，唤醒人的良知。好，所以找伴侣啊，要找贤德的人。所以在《关雎》里面又提到啊，参差荇菜，左右采之。这个荇菜是在祭祀祖宗的时候，要放在这个祭祀的祖宗面前。那这些荇菜啊，谁去采？谁去采？媳妇去采，这很有意义啊！代表呢，好的媳妇啊，去采这个荇菜来祭祀祖宗，让祖宗啊在天之灵都能觉得很欣慰啊！因为娶了一个好媳妇，可以怎么样？旺三代。但是娶了一个不好的媳妇呢？那老祖宗要垂泪三代。好，所以娶太太啊，嫁老公啊，很重要。所以婚礼是中国礼仪当中最怎么样？最慎重的。原因在此。好，所以太太不能宠，先生呢也不能宠，所以醒安不好没要被开考，就是你把先生宠坏了，他在外面呢、啊、流连忘返，你在家里孤枕难眠，独自啊哭泣，这样就很不好了。最后女儿怎么样也不能宠，因为把女儿宠坏了，嫁到别人家的家里啊，很可能搞得人家鸡犬不宁哦，还有鸡飞狗跳。好，所以这个教女啊，教女儿、啊、是大事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嫁出去啊，脾气很大，三天两头呢，脾气一来就说我要回什么，回娘家了。结果一回娘家，这个他的父母啊，居然跟他说：“没关系，回来，父母给你当靠山。”有没有这种情况？这么做啊，是不是爱孩子？是不是？不是啊，女儿这一生啊，要为人父、为人母啊，一定要学习。懂得忍耐啊，懂得在境界当中啊去考验，假如一考验来马上就退回去，那他这一生该学的这一些学问啊，他就怎么样学不到。好，所以啊女儿不能宠。我记得啊小的时候曾经啊，外公外婆、啊、到我们家来，而外公外婆到我们家来的次数啊，非常的少，几乎啊，十只手指头都怎么样，算得出来。那每一次我的外婆啊，走进我们家来，然后我就看着、啊、外婆呢，握着我奶奶的手，边走啊，就边说。哎，我这个女儿啊，嘴巴不够甜，
我这个女儿啊，动作又很慢，哦，我这个女儿啊，有很多缺点，哦，就一路啊，把我妈妈的缺点呢，都一一数落出来。结果当两个老人家都坐下了，我的奶奶就说：“哎呀，这个媳妇好啊，哦，哪里好啊，又哪里好。”我在旁边看得莫名其妙，不知道什么意思。现在懂了，自己家人的不好要怎么样？自己先说了，自己女儿的好啊，留给婆婆说了。所以人情练达皆文章，而这一些人情练达往往都在这一些长辈啊，这一些已经有很多人生历练的长者身上才学得到了。所以我们年轻人啊，要注重伦理，一定要敬老尊贤，不然人生哦会吃大亏。好，所以父母啊，爱护子女的方法也要对，才是真正做到亲。再来，要做到什么？十，该教导的时候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有些父母啊，教育敏感度啊太低了，该教的时候啊都没教，好，慢慢的孩子养成了坏习惯了，就为时已晚。所以父母为什么教不好孩子？因为时时没有拿什么来关照？君、亲、师。相同的，长官为什么不能把员工带好？为什么？可能呢，我们只是因为有这一份啊经理、总经理，但是没有以身作则，底下的人服不服？很难服气啊。再来，除了当经理之外，有没有把员工当亲人看？假如没有，这个工作气氛好不好？好不好？不好，好像每天像机械式一样去上班。所以我们当主管的，比方说到哪里去玩了一趟，可以买一点当地的什么名产，请所有的员工啊一起啊来分享，他们就会觉得这个上司领导人处处怎么样想到我们，把一个公司的气氛啊经营的就像家庭一样。这是做到亲，再来做到师。新进的员工都有很多不懂之处，我们当领导的也要啊，处处提携，处处指导。当都能真正做到君亲师，相信啊，员工啊会对你非常信服，非常啊尊敬。最后，老师要教好小孩，也要以身作则，做到君，也要啊对待学生就像自己的小孩一样，做到师亲。最后，该指导孩子的时候，尽心尽力做到师。相信啊，只要把君亲师做到了，都一定啊，可以教好学生，教好员工，教好自己的小孩。所以我们只要时时用君亲师去关照自己，相信啊，你的道德学问啊，越来越提升。好，那这一节课呢，我们就说到这边，谢谢。